没有那么烂的我也可以得名哦，自己也没有唱得很好，还在那边说你少在那边自以为是，你为什么要凶我？你明明就很要得名，就吃不很。哎，你们两个人就少吵点行不行啊？谁敢跟他吵啊？莫名其妙，又是我愿意的，钟成兄，你要叫钟成兄，钟成兄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每天吵，每天吵，都到这种时候就不要再吵了。啊，你说的算。真是个连哄转舵的女人哎、欸！谁敢为我？哼，都听陈修，我听陈修的，我就不跟你吵，我不跟你吵，反正跟你待在同一种地方，就会变笨。好了。陈别怕，哈哈，陈修拜拜。啊，我突然想到我也还有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去哪里玩？那我们就去爱乐公园吧。好 ，OK， 很久没去公园了，走吧。走吧。好，钟成修，今天天气好好哦，就跟那一天一样。那一天？你在说哪一天啊？哦，真的觉得我应该跟你说清楚了啦。啊，可是因为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害你失去了记忆，我也很内疚啊。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你啊，我还是想把你追回来。所以你愿意给我机会吗？哎呀，傻瓜，如果真的像你这样讲的话，你那么爱我，我又会这样子为了你去牺牲我自己，不顾一切，那又有什么好不可以的呢？而且你这么傻，那么笨，那么胖，又那么肥，想必没有我应该也是不行的吧。而且你为了帮我寻找回记忆，安排了这么多以前我应该有去过的地方，那还真是非常谢谢你啊。当。